全台湾的疫情在最近这两礼拜有增加的趋势，会考欠费经营真严重，真侪病院拢面临着严重的欠费危机。为着号召民众捐费助人，惠南西主会含玉山西主会18号伫咧水阳含博爱捐费站同步举办着捐费活动，号召着西兄西姐含民众做伙比起手五捐出一会，以实际行动为社会增加爱和温暖。受到新冠疫情影响，捐费民众明显减少，会考尽量邀请报也影响到第一线医疗用户使用。江宜基惠南西主会含玉山西主会，各当拢定期举办捐费活动。今年特别伫咧18号东埔在水阳含博爱的捐费站，号召民众踊跃捐费。惠南西主会会长吴乐辉含玉山西主会会长陈正英拢亲自到服务站，含西友做伙来做志工服务群众。今天我们跟玉山狮子会合办这个捐血活动，然后也获得我们国泰展嘉欣服务处的赞助，然后一同为我们台湾的血库存量来尽一分心力，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活动，让我们的民众挽起袖子，然后救人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，然后让我们的热血可以让生命永续，然后尽一己之力让社会更美好。那因为今年刚好是选举年，我除了日常的那个服务工作，那我也每天都徒步扫街拜票，但是我们社会公益捐血活动刻不容缓。我们这个社会呢，最不缺的就是爱心，我们现场排队的捐血的民众非常的多，我们感谢伸出袖子伸出手臂捐血的民众。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惠南狮子会、玉山狮子会，还有我们的国泰，提供相关的一个物资，让我们的那个捐血的意愿提高，让我们的捐血代数越来越多。那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疫情，台湾加油！惠南西主会含玉山西主会推动公益捐血的活动已经有真侪档，今年伫咧两处的捐血站拢有西友含国泰进修服务馆热情做志工，同时进行防疫消毒的作业，让咱捐血的民众拢会当安心顺利完成捐血。现场同时有澎湃的伴手礼含饮品提供，让捐血民众适时来补充一张，也感谢大家一会收听。最新新闻，杜丁苏、王秀山、江宜基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。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，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